欢迎大家来到一年一度狗熊岭铁人三项运动会的现场。参加本届运动会的选手有强壮有力、高大威猛的熊大呀，同样也是威猛雄壮的熊二，铁人三项靠的可不是马力，还好强哥我人脉广，这就给你们连线一位重磅嘉宾，给你们科普科普。那俺想知道铁人三项到底是哪三项？狗熊岭运动会的运动员们，大家好！接下来由我为你们介绍什么是铁人三项。铁人三项是由游泳、自行车和跑步三项运动结合起来而创造的一项新型的体育运动项目，是考验运动员体力和意志力的项目。难道是要一边游泳一边跑步的同时还要一边骑车？真的做不到呀！熊二放心，当然不是了。铁人三项项目的顺序是按照游泳、自行车、跑步的顺序依次进行的。奥运会标准距离是由 1.5 公里游泳、40公里自行车和10公里跑步。比赛的过程中累了咋整？铁人三项确实是挑战人体极限的运动，在游泳阶段累了可以踩水或飘着，这个俺擅长，但不能落地或者抓着东西休息。在跑步过程中如果累了可以走路或者慢跑。在奥运会标准距离的比赛当中是不准许运动员去爬行的，但在226公里大铁的比赛当中是可以准许爬行。我在上个月的艾尔曼汉堡站比赛的最后阶段因体力不支爬行通过了终点，这你都清楚了吗？既然规则都清楚了，那接下来比赛正式开始。熊二呢？俺已经出发了，有熊攻击裁判呢。